我是一个热情、喜欢帮助别人的人。我觉得在人生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事物，都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很好的礼物。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去好好的享受这个当中，并且我很喜欢透过音乐去感动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，我是贾浩凡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谜样的生活，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，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瓶颈，但是我觉得现阶段的人生我也遇到了瓶颈，但是歌词当中如何脱离困境，能够飞得更高，我觉得带给我一个新的能量跟一个正面的鼓励。无敌铁金刚，就是以前其实年轻的时候会也会有一个蛮强烈的，就是有一种打抱不平的正义感的这种心情。可能五六年级生很有共鸣，表演这首歌的时候，听众都会很嗨。结束了以后，开始会有一些学生想要学这首歌，还蛮多的。我先弹一次给你。好。好，来。食指。食指在这边。食指在这边。哦，在这边。然后再弹五六弦两下，哎，很好，都对了。时候又去教的过程中，其实学生的有时候学生问的一些问题，甚至学生的一些回馈，反而会变成是一个新的启发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种跟学生同步在成长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但是有空再多练。对，很好，都对，完全正确，就是这样。最近有一些困扰。困扰。另外一个面向，其实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一堂课都一直在弹吉他，因为我觉得也许对学生来说，他可能只是学到了音乐的这个区块。如果可以在教课的过程中，我可以帮学生解决他一些人生其他的面向，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份工作。其实我对音乐一直是很有热情的，对，所以从一个吉他老师，当然也有思考过要去开乐器行创业这件事情。可是当真正的深入的了解，就会发觉其实少子化的冲击跟这个买乐器的人变少的情形之下，所以我就发觉其实这条路它好像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当初接触到安利是因为我的一位鼓手的朋友，他介绍安利给我的时候，其实他有讲到安利的一个理念，就是帮助人们过更好的生活。这个理念让我思考到，哎，我在教会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乐于去助人的人。然后当我详细了解安利，也发觉他的时间很弹性，可以让我顾及家人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试试看。我发觉如果今天只是在台上用一把吉他，其实能够影响的其实是有限的。可是如果今天我搭配一个乐团，有鼓手，有 bass， 有 keyboard， 其实整个音乐的丰富性会更多。其实跟安利非常的像，因为安利的事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专长，可是当我们把不同的专长都提供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团队是很丰富的。浩凡这个人他一直都是有点像那个海贼王的鲁夫这样子，就是很单纯，然后就是不会去钻牛角尖的想很多枝微末节，一些像我们一般人都会想东想西的，可是他不会，他就是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是义无反顾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
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觉得圣经里面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因为人难免过去都会有一些挫折，一些失败，可是如果一直去看这些挫折跟失败，我觉得人生是不会更好的。保持这样的乐观的积极的态度，希望能够去感染更多可能我周边可以需要帮助的人。跟着希望在动。安利是舞台，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，精彩演出，自己的故事。